队平时负责中外这些采访以及各项超野任务，队员一旦先实施吃血，训练就将一般部队辛苦严格。 请坐下。本次操演分为静态组合枪法及越狱队联合操演两个部分。首先是静态组合枪法。 陆战一队最大的特点在于枪法雄健刚硬，整体的高差不可一致的化手动作，展现出勇猛剽悍的陆战队风格。个人手中使用为美造M1加兰德步枪，枪重6公斤，全长137公分，因特殊构造及步军的等重量比，操练时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和危险性。经过长时间及高强度的训练，方能驾驭。 现在呈现的是段枪的操演，请掌声鼓励。接下来，陆战一队将配合海军乐队澎湃激昂的乐曲演奏进行联合操演。
安全成为象征。不管海军保卫国家的决心与力量，是国家坚强的后盾。不管遇到任何危险，海军永远在最前线，以坚强战力捍卫我们的家园。代表海军上下一心，精诚团结的行军。
情地下长枪，展现平时训练的成果。海上进行曲是海军脍炙人口的曲目，军乐队每日反复练习，力求完美。是南部唯一执行军礼勤务的部队，成立至今已有66年的悠久历史。一队是代表国家的门面及礼仪部队，队员不但是一时之选，训练更较一般部队辛苦严格。副参谋长、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，请起立，请接受海军乐队及陆战一队军礼致敬。坐下。本日操演的项目分为静态组合枪法及乐队联合操演两个部分。首先是静态组合枪法，
点在于枪法雄健刚硬，整体的高踏步及一致的画手动作，展现出勇猛剽悍的陆战队风格。邓伦手中使用为美造 M1 加兰德步枪，枪重6公斤，全长137公分，因特殊构造及不均等的重量比，超远时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和危险性，需经过长时间及高强度的训练方能驾驭。现在呈现的是转圈的超越，请掌声鼓励。一队将配合海军乐队澎湃激昂的乐曲演奏进行联合操演。第一首演奏的曲目为海军军歌，配合跟队员熟练的走位以及绝佳的默契，依序排列出海军的英文的 Navy 四个字母，象征官兵持续传承忠义军风，日积夜不息无功，守护我们的海疆。
重新捍卫家园的意志，如同电头一般，能完成后且势在必成。谢谢我们各国为民贡献心力。排列的是圆阵型，象征团结与和谐，代表海军上下一心，形成团结的心意。同时，圆也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让我们大家共同心手相连，共鸣一心，守卫我们的家园。队员将以秒差的配合进行地下残杀，展现平时坚持训练的成果。展现出高昂士气及斗手精神，陈朝波不需要与海军有向前行的歌词，深深烙印在所有海军心中，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上，无时无刻捍卫着我们的家。
海水会抹掉污，第一手验证的植物为陆战队进行术。回收陆战队成功至今，例如培育作战、823炮战等多为战役。先贤先烈的牺牲，奠定了陆战队打一战必提供的光荣使命，永远忠诚队训，更深深烙印在所有队员心中。一日陆战队，终身陆战队。为陆军做先锋，最重要的队形是胜利凯旋，排练的是胜利的英文字首笔记。高点飞舞，三军先锋，胜利凯旋，陆战成功。一代队是胜利凯旋队形，做今日的活动胜利成功，圆满落幕。诚挚的敬意。Yeah.